好了，上面神奇宝贝迷那东西让你提不起兴趣哦。就我觉得那个比较儿童像哎，我觉得。我开你，开你。今天去那个米克峡，就买了这杯之外，我还点了个他们什么甜鸭吐司，然后我还加了马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最近对于花生的制品的食物，觉得哦，没有抵抗力。不能看，我那个里面是就是热鸭吐司之外，这个白白的是马吉耶，超多马吉，然后还有花生酱，花生酱马吉。超粘牙，超粘牙，有够好吃的。他们看刚刚本来热的时候会偏湿，但是因为现在有点冷掉。都是糖分，对。甜鸭吐司，你这个甜不是那个甜呐、啊，甜味的甜。压力的压，突然觉得缺糖，手好抖，手好抖，赶快去拿来吃。强烈缺糖。戒断症状，真的吗？什么戒断？你是说甜食的吗？真的哦，是因为……可是我也不知道哎。糖霜真的算毒哦？真的吗？我刚刚突然觉得超级无敌饿，然后全身会有点发汗，然后手会有点抖，这个就是戒断症状。那假设我真的要戒糖的话，要怎么要怎么办呢？怎么去解决这个戒断症状？太久了，我的妈！结果其实果然是因为。